家好，我是江慧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什么都不会，今天我就来先学一样东西，那就是采茶啦。环岛你好。好。这是在干什么呢？环岛。这是茶，我们采了以后就去揉晒干。怎么采啊？平常都是用三批，但是我们这里没有规则，只要嫩的我们都可以要。哦，嫩的就可以要。自己吃的，因为我们不拿去卖，如果拿去卖的话，就用三批比较嫩的。三片叶子。四片哦，我看到。好，这位是采茶老师，然后这位是炒茶老师，阿良老师好。好。一次放得完吗？一点一点。全部下。全部下。哎，有什么秘诀吗？没有。没有秘诀。炒到底。炒到底啊，这就是秘诀了吗？炒到底，炒茶要炒到底了吗？这就行了吗？你说细不细呀？这就行了吗？炒到底哦。大概要炒到什么样子呢？全部熟透。全部熟透哦。像糯米一样。哦，茶香，糯米茶香。对。下一步我们就揉了。好。直接揉吧，这样揉啊。揉茶都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啊，对我们手啊。现在就是下一步就是晒的时间了。嗯，好。晒多久呢？如果太阳辣的话，就是一两天就可以干了。我们再炒了一次，晒干了还是再炒了一次。我们晒干了，它不脆嘛，然后我们再炒以后，它的味道更好。回味无穷，甘甜甘甜，回味无穷。